看见他呢？完事儿了啊！完事儿了，都完事儿了。嗯，操，这太快了，这赶上那什么了？赶啥了？赶上当年那工作人员的广告了。是了吗？啊，这边儿那个。你搁的就是顶了。就那个肉坏那块儿。嗯，我瞅瞅。这里边有没有？啊，这个是疼的那个。不疼。完事儿了。没有了。嗯，这太专业了，我看赶的多大块呀、啊？是。他这个，他这个就是这个，有人这个位置不疼了、哎，好多了。嗯，好多了，不疼了。那哪顶的？你就是这块割破了，这块啊，嗯，这块，嗯，是。他那没有下掌吗？那个？嗯。没往下长，没有，啊，嗯，嗯，这个人给家我再弯一下子，去他妈一脑门汗呢，还这玩意，那家里那还慢呢，一脑门汗。他在旁边完那个有一回去，原先给那彭彭修脚整两回，嗯，那会儿整的他妈慢呢，他他妈整慢，我这边也冒汗呢，后期不去了，就那个中东那块有个彭彭修脚，嗯，这能完结束了。放松，你还紧张呢？啊，得嘛，疼了吗？不疼啊。啊，原先不是我问你，我给你修点疼了吗？没感觉，我寻思没整呢。原先就是一跑步前，这脚丫子往下一踩就疼，脚丫往下一踩就疼，往下方向踩一使劲就疼。我上点药，好的。从你来下的，啊，从你下，我站着给这边呢。